什么手术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学一首这个站着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原 key 呢，它是加一个，就是女生的 key 啊。那如果你想要唱男生的 key 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加到五格、六格、七格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那我就先教男生的 key， 这样子男女生都可以唱。好，直接开始哦。我们第一个选哪一个 ？Jesus Two。好，那右手拨六四三二，好四三二 ，OK 吗？下一个选是 A seven， 好零二垂音 ，OK 吗？好，这两个就连起来，准备喽。Seven， 封闭，同时吹三，同时加起来二，再说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这两个小节把它全部连起来，准备喽。错，我准备下来要快一点，好不好？不然又来不及。第三个小节又重复了哦，就把它弹过去喽。小拇指伸出来，第一条第五个哦，稍微打开一下。哎呀 ，OK 吗？直接进入到主歌喽。是不是你知道？我就是 G sus two。拉起这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现场？是不是你知道你对我多重要？所以你刻意的利用了我的好，我给你那么多，不介意你给我这么少。OK 吗？不会难，拉一下唱，唱几个字，拉一下唱几个字。OK 了哦，继续哦。是不是这故事我出场有点丑，所以你总觉得下一个会更好？明知道你的笑给了他，还假装不知晓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一切我是多是善报，对你来说我不重要。接下来到了这个中间的部分哦，这边是刷刷刷，那怎么刷呢？右手啊，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 ，OK 吗？再说 A D， 然后再说 A on 升 C， 带入歌词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一切我失落是真棒，对你来说我不重要，可是我习惯了，习惯没爱你所有回忆。哦，这边是升 F sus four， 最后一个升 F 的声音断掉，再说。哎呦，帅帅的哦，直接进入到副歌了哦。